我们的开箱团队自己去搜罗了6款，我们觉得很有新意、很有创意、很有趣的过年伴手礼礼盒，要来开箱分享给大家。安安，大家好。没错，看到这个红彤彤、超澎湃的排场。是的，今天是泽泽的春节特别企划，耶！没错，今天要开的6款礼盒，有吃有玩，甚至还有狗狗用的。很怕过年跟别人撞礼盒，还是已经送到不知道送什么了？看今天的特辑就对。第一个礼盒是来自台北大稻埕的林真果行，他们是很专业的制果团队，在台北已经超过60年，到现在传承3代了。他们就是专门做萝卜糕啊、欧桂飘等等的桂类产品。那这个就是他们这次春节推出的复果长春礼盒。首先呢，这个袋子，这个礼盒袋就是做的非常的创新，我觉得很有设计感，红色的底色不失喜气洋洋的感觉，但是又很时尚，就适合一些时髦巾，或是你家的长辈很有品味，喜欢别出心裁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礼盒的内部。哇，超美的！这个你不是说就是看不出来里面是萝卜糕，看起来很像是什么精美的茶叶礼盒。那它这个礼盒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不同口味的桂类跟糕饼可以选。我们这次要开箱的是台式传统的萝卜糕，跟一个 XO 酱的萝卜糕，还有一个桂圆黑糖的年糕，都是大家过年的时候桌上必备的菜色。这个礼盒里面这样有咸的口味，也有甜的，真的是过年买这一盒都不用烦恼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试吃看看好不好吃。我们现在挑了 XO 酱的萝卜糕，已经把它加热好了，要来吃试吃看看。上面有压纹，就是已经帮你分好一个长条，可以切8块。很好吃，充满了那个虾米的香味，然后 XO 酱有一点微辣的感觉，然后不会太咸，觉得味道很丰富，很好吃，重点是真的很香。刚刚摆在桌上还没开吃的时候，大家拍摄的人都闻到了那个香味，一直问说那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个口味就是还蛮创新丰富的，就是如果你平常很少在吃萝卜糕这种比较传统食品的年轻人，应该也会蛮喜欢这款的。那我们把里面的一盒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就是包装里面长什么样子，它就会这样子出货，它会是冷藏的配送出去。现在看到这一条是黑糖桂圆年糕，对，那它官网上面就是你买这个春节礼盒的时候，你就是还有很多口味可以选，咸的话还有什么猴头菇的萝卜糕啊，然后甜的话还有什么红豆年糕，超级多的，请大家自己去网络上看看。接下来第二个礼盒也是大家春节的时候必备的一个食品，是肉干。这个是一个叫做台艺司级的专门做肉干的团队所推出的礼盒，对，那这个礼盒叫做虎告喝甲桌游礼盒。单单送肉干是不是太无聊了呢？这个里面还有桌游可以玩。这个外观就是他们特别今年为了虎年设计的老虎的 logo， 然后是黄色的，我觉得在一片红彤彤里面眼睛一亮，就是也蛮好看的。打开这个虎告喝甲的桌游肉干礼盒，里面会有一张他们特别设计的这个可以耍可爱的小贴纸，它上面就有说我 Daisuki 你了，我最喜欢你了，然后 Daisuki 也是他们的品牌名称。有一张就是桌游卡，这就是你吃肉干玩桌游的时候必备的那张卡。接下来是一张桌游怎么玩的海报，然后最后就有2包肉干，哇，超级美的。这一包是劲辣骰子牛，这一包是古早味炙烧猪肉条，看起来都超级好吃，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时髦的肉干包装。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桌游怎么玩。海报上的说明就是呢，你可以跟3到5个好朋友啊、家人、亲戚朋友一起来吃这个肉干，然后你们第一步就先猜拳，按照猜拳的顺序来刮刮乐，就是刚刚这张
桌游刮刮乐卡，然后刮刮乐就是你把它刮开之后，就会有一些有趣的指示，可以在就是过年的时候跟亲戚太久没见没话讲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想话题创造互动的好方式。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哎，你刮到这个你吃不到肉干，你只能看别人吃，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你刮到这一个你就要大声说 Daisuki， 就是最喜欢你的意思。那我们刮一个给大家看看，我要挑这个不规则形状，三号是很可惜你吃不到肉干，而且还有一个惩罚游戏，要被任意一位玩家弹耳朵。好，我自弹。好，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可以在这种过年的场合，就是促进大家交流，还可以吃好吃的肉干。我马上来试吃看看，就是口感如何。我现在吃的是这个猪肉干的口味，这个非常 juicy， 油亮油亮的样子。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的，我觉得很好吃，小朋友一定超喜欢，很 juicy， 就是不会干干的，就真的很爽脆。我觉得这个过年桌上一开，马上被吃光。然后它已经切成一条一条的形状，就是很好入口，又方便你边玩边吃。好，最后就是如果你觉得黄色实在是对你来说有点太标新立异，或者家里的长辈就是要够红够喜气洋洋的话，他们其实也有推出就是红色的礼盒，这个真的很漂亮。听说这个礼盒就是有很多企业都会采购来就是送礼，因为它真的就是外观上很大气很好看。那这两个就是喜气洋洋的礼盒，它里面就是只有肉干，如果你想要玩游戏的话，记得可以去看看他们今年特别推出的这个虎告喝甲桌游礼盒，有兴趣的人可以到台艺思集 Daisuki 的官网上去看看哦。第三个礼盒要介绍的也是大家过年的时候桌上一定必备的一个食物，它是糕点礼盒。但是你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糕点礼盒吗？你错了，它是由蒸煮丹跟一个法式知名的烘焙店唐提一起联名推出的糕点礼盒。听说它的内馅就是非常特别，好期待！哇哦，充满了喜气之外，然后很有现代设计感的感觉。那我们就打开来看看吧。噔噔噔噔噔，哇，好可爱哦！哦，它上面就有印这个唐提跟蒸煮丹联名推出的，里面有四种口味。这个是一个是福寿砖，它是东方美人茶做的内馅；紫玉鎏金砖，没错，芋头馅必备的。再来是旺来砖，翁来，这是土凤梨馅。还有一个是牛奶甜心砖，就是牛奶啊、白豆沙做的。你以为就这样子而已吗？中间这个也是可以开的。当里面中间是这个黑糖好棒棒，它是牛奶跟黑糖做的饼干，看起来也是超好吃的。那我们就赶快来试吃看看吧，牛奶甜心口味。打开来，哇，好可爱，好立体哦，好香哦，就是扑鼻而来的黑糖香味。然后他们这次礼盒里面的黑糖全部都是蒸煮丹的黑糖。好吃，超级好吃，整口都是那个黑糖的香味，然后里面还会吃到这个甜心馅，有点像麻吉。然后这边就是牛奶跟白豆沙做的馅料。你以为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甜，感觉超级腻，但是没有，吃起来就是它是微微的甜味，对，蛮惊讶的。再试吃一个口味给大家看，这个里面的形状也好可爱哦。这个是福寿砖，那它的馅料是东方美人乌龙茶。全部都是黑色的，想不到是这个颜色。吃下去满满的茶香，是成熟大人的甜点，微甜微甜的，然后茶香的最后还是有闻到黑糖的香味，很像一款很好喝的黑糖的那个手摇饮。刚吃完那个福寿砖的那个茶香味，到现在还在我嘴巴里，很好吃，很特别。蒸煮丹的黑糖做的饼干，好香哦。
好脆哦，而且不是那种太硬，就是怕牙齿会受伤的那种的那种脆，是真的就是很刷嘴的那种脆，然后就是酥酥脆脆甜甜的，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会超爱。黑糖真的很好吃，越吃越好吃的那种，这罐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吃完。它很香哎，对，超级香。有点可惜的是，等到你们看到这支片的时候呢，珍珠丹跟糖提的这个联名礼盒已经预购截止了。但是没关系，你们还是可以常常到珍珠丹的官网上去关注他们未来有趣的新品哦。接下来这个内容物就意想不到了，猜猜看它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个 logo。在他们这次特别设计的这个图腾里面，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只老虎，然后老虎脚踩蜂蜜，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可爱的这个植物。是的，没错，这个礼盒是植栽礼盒，想不到吧？过年送盆栽，这个是由一个专门在做多肉植物的团队，叫做有肉。就是如果有在养一些多肉植物的人，应该对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那有肉这次推出的春节礼盒叫做虎年双品春节礼盒，没错，它里面有两个东西。双品就是它这次礼盒里面有两个东西。这次它礼盒是由他们的多肉植物跟一组全发蜂蜜。哇，这个超可爱，这个。多肉的植栽，然后他们这次的这个盆器就是特别设计成老虎的样子，超可爱，收到这个一定很开心。双品礼盒的另外一个项目是一组全发蜂蜜，很应景的印上了就是伏虎生风的这个字样，搭配这个虎年吉祥话的意思。对，那他们这次特别选就是蜂蜜作为礼盒的内容，也是因为蜂蜜比较好保存。有肉团队他们说不希望就是大家收礼会觉得很有压力，食品有一些有效期限要赶快吃掉等等的，所以就取了伏虎生风这样的意涵。他们里面礼盒搭配的盆栽植物是有很多种的，基本上是随机出货，可是如果有些人就是怕这种有刺的植物的话，你可以在订购的时候备注说你要有刺款还是无刺款，那它就会从就是这两种里面随机帮你出货。那既然是全发蜂蜜，我们一定要来试吃看看咯。这个蜂蜜好香哦，然后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不会很死甜，真不愧是全发蜂蜜，送这个不会错，好好吃哦。这就是这次有肉团队所推出的虎年双品礼盒。对，那特别说明一下，他们现在这个礼盒的外盒还只是样品，我们开箱的是样品，到时候颜色会有些微的不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超适合送给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很有品味的朋友啊，然后会用一种异于常人特别有美感的方式过春节，你知道，不是那种俗气红的那种朋友，送这个就对了。第五个要开箱的礼盒特别了，不是人类用的，没错，是宠物年菜礼盒。这个是由汪氏如意团队所推出的虎虎生风宠物年菜礼盒的。那我们就来开箱这个宠物年菜礼盒。打开来，哇，好可爱哦，是一只狗狗的插画，爱它就该让它吃的跟你一样好。那打开来，里面有这个澎湃的宠物年菜，菜色有虎皮瑞士卷，好可爱，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什么一个牧虎人派，就是牧羊人派的意思。对，然后还有猛虎卷卷，这个是很像寿司，狗寿司的意思。还有一个这个很像烧麦还是饺子，对，它做成老虎的形状，很应景，很可爱，跟一些牛肉块这样子。对，那这个打开过，所以我们刚刚先预先打开来加热。然后礼盒的下层是一个陶瓷盘，很可爱耶，我觉得很漂亮，而且很有重量。那我们今天请到一个特别来宾要来试吃宠物年菜，今天的特别来宾哈库，我们要请你来试吃今天的年菜哈，不要着急，他已经开始吃了。好的，那我们就先来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试吃看看，好乖哦，来，好吃吗？
好吃，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帮你来，我帮你弄小块一点，因为哈古还是小宝宝。很好吃哦，啊，吃一下这个烧麦好不好？好乖哦，迫不及待，狼吞虎咽。白冰不顾形象，不顾一切价值。白冰已经眼中只有这个年菜了。那这个宠物年菜礼盒不止很好吃，它的食物来源也是用人可以食用的等级最高的安全去做的。毛爸毛妈们是不用担心的。除此之外呢，它的礼盒里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创意，就是给你一张这个虎虎生风的面具，像这样。嚯！新年快乐！拜年小道具，今年的红包就靠自己家的狗了。今天的最后一个礼盒一样也是宠物年菜礼盒，这是由毛尾巴团队所推出的虎耀迎春新年礼盒，一样是宠物年菜。它的外观就是走比较日式，很像日本新年吃的那种礼盒的风格。那我们就一样先来开箱看看内容物。超级美，好精致哦，好像那个日本的年菜礼盒。它的菜色也是走比较日式的风格，有一些炸虾啊、凤凰饺、玉子烧，对。然后他们的这些食材全部都是由毛尾巴团队手工制作的，一样大家可以就是很安心食安的这一块。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再请我们的特别来宾直接来试吃一下。好，那哈哥来试吃喽。好吃，好吃吗？哈库不眨眼，不吭声，三秒钟吃完了丸子。然后现在再吃玉子烧，没有了。哈库震惊，还很不舍，还在舔碗底。好的，从我们这个特别来宾的吃相就知道这个年菜有多好吃。好的，那我们刚才介绍的两个宠物年菜礼盒，由汪氏如意团队跟毛尾巴团队推出的宠物年菜，我们都很推荐，对不对？那特别来宾就期待下次再见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六个特别的春节伴手礼礼盒。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会把相关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他们的页面购买跟了解更多哦。那泽泽开箱团队在这边给大家拜个早年，新年快乐！